圣斗士星矢吗？哦，所以今天真的啊，圣斗士还是你要听圣斗士星矢？那我就很知道啊。对，但是圣斗士星矢有点太早，可能就像我们那个年轻爸爸那个年纪才有办法。才知道、哦，我们要稍微就是往前年轻一点点。OK OK。对，往前推，大概七年级生，国中、国小时候的卡通。是美少女战士吗？被蜜月恋惩罚你吗？对，不是不是啊，不是。好了，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带来这首歌，叫做《直到世界的尽头》，你们听一下，可以稍微猜一下。哎，真的，国际爸爸。好了，直到世界的尽头。
界的尽头。